阿木，哎，徐总，走，去一趟技术部，调一下这周新增用户的数据信息，顺便看一下他们的运行轨迹。 说了多少遍，竟没有繁琐。怎么了？想什么呢？我大概知道黄思思用了什么招了。什么招？徐总监，你要的后台数据帮您找到了，大部分是年轻的男性用户，的确提升了我们网站的用户活跃度。监控轨迹呢？ 这些用户基本都在漂亮小姐姐的页面停留，留言也比较低俗。嗯，王思思是在网上获取一些女性用户的清凉照片，然后通过我们的网站向外投放营销，最后达到引流的目的。这我们网站成什么了？ 瞬间觉得我自己都跟着低俗了，这可不行啊，孟安，这你得管呐。重新做一份报告，我去找一趟张总。好。恶心。女性那是看热闹。哎，孟安，来，张总，徐总监，哎，刚好，你也在呢。有些事情可能要跟你们商量一下，这是最新的用户分析报告，你看一下吧。 我看看，你有话直说吧。我觉得黄总监和他的外包团队在引流方式上面有一些问题。有什么问题，徐总监，你可以直接问我呀。我的操作行之有效就行了。通过这波引流，我们增加了很多男性用户，这以前可一直都是信条的短板。对对对，孟安，我跟你说，这投资人呢，对我们这数据还是很满意的。 所以你知道这事儿？那我就想问问，还有什么事情是我这个内容总监不知道的吗？不是，你这不是怀着孕呢吗？我想让你少操点心。但是张总，这样不行的，你会把新苗放在风险当中的。孟涵呐，别太紧张了。 你如果出现什么不好的言论呢，咱把它删了不就完了吗？王副总监，你跟技术部门打个招呼，做好内容监控。会的，以后还会有很多细化操作跟上的，放心。不是，这不行的呀！你们不能用这么简单粗暴的方式去引流的，那让他们觉得我们新苗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啊？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口碑还有美誉度。 这都不要了吗？业内都是这么操作的，包括蓝海。别人怎么做我不管，新苗不行，我们不是没有能力的，为什么要走别人的老路呢？而且用这么低俗的方式吗？不是，孟安，你我呀，都是从传统媒体转型过来的。你要说了解你的人呢，我算一个。你呢，有职业操守，有底线，这很好。但是你看看现在市场竞争多么激烈呀！啊，人投资人看的是什么？ 看的是用户数、日活量，是数据呀、啊！咱别老讲情怀行吗？咱们在生存面前，把这标准放低一点，可以吗？真的不行的，张总。传统思维、保守操作是啃不下下沉市场这块骨头的。你要踏红线啃骨头吗？你知道新苗会承受什么样的后果吗？叫停吧，不能停，张总。你怎么那么暴躁呢？你这对孩子不好。那个。 她呀，怀孕了。
他喜欢这个钻牛角尖，没事没事。你知道我不是，我是新苗的内容总监，我在对新苗输出的内容负责。那我还得对投资人负责呢，那怎么着？他新苗他要融资要壮大，这又不是长久的策略，我们加强监管监控不就完了吗？行吧，既然你们坚持，我也做到了告知的义务，你们继续吧，我退出，打扰了。怎么说？管不了。管不了？什么意思啊？他要业绩，要流量，不要脸了。徐总监。哎，小叔父。啊，都在呢。有事儿啊？哎，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想问问你这两天什么时候有空啊？陪我去趟林总公司呗。林总公司？啊。他那个项目不是都结束了吗？是，项目是结束了，但是这账一直没结，我都去要了两次了，林总这推三阻四的。那我去是？哎呀，我这不是想着你这也大着个肚子了是吧？你说你这样去林总也不好意思拒绝呀、啊。反正你最近也没什么事儿，陪我走一趟呗。卖惨吗？可能能有个些许同情分。那你把你胳膊打折吧，林总知道了，同情分会更高。得得得，我错了啊，当我没说。别动我太急。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？来了，能，快，您接。大姑给你做的酒酿馒头，吃点吧。谢谢大姑。哎，你不一起吃啊？我搭河路在车走。拜拜。我给你。你们娘俩还冷战呢？应该是他跟我冷战吧。好办啊。莫公，你说我这事做的有错吗？反正我觉得我闺女没错。那我觉得我也没错呀。那朱可欣家都那么可怜了，就不能有点包容心吗？朱可欣有错在先，我闺女只是要一个当面的道歉，就是这样。哎，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包容的点在哪儿啊。那我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自己找办法喽，找个台阶下喽。怎么找啊？还有我教你啊。你闺女喜欢什么，爱吃什么？那我下台阶的时候，你得扶着我点儿。嗯，我还得背着你呢。行，吃饭。来来来，我做了米果。嗯。哎，晚上你俩下班以后啊，把云姐一接，就上她姥爷家吃饭吧。我要去给欣欣带孩子。哦。不用那么麻烦，你要回不来做饭的话，我可以做呀。我现在公司又不忙。哎呦，算了吧，你做的饭能吃吗？我做。随便，你们俩谁做都行哈，我无所谓。哎，孟啊，有个事儿我想跟你说一下。嗯。我发现呀，最近欣欣有点不太对。他怎么了？你看啊。爱钻牛角尖，爱抬杠，脾气大，这些呀、啊、都是产后抑郁症的倾向。我过去不是干过护理吗？我知道一个人呢，他要是自己身体不舒服啊，那脾气大着呢，要是家里人在嫌弃啊，那他心里就更难受了。谁嫌弃他呀？家里没人嫌弃他呀。咦，哎，你以前那些
领悟力去哪儿了？你脑子不灵啊！你现在，孟欣生了二胎了，全家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孩子身上，他是不是会有失落感？哦，哎，那就多关心关心他呗。嗯，对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你没事儿啊，多去看看他，和他聊聊天儿。去，我去。那吃饭吧。也是，我欣欣生这二胎确实遭了不少罪。你说我生完这个孩子之后，是不是公司就没我位置了呀？不会，怎么可能？你就生完孩子了，产假也就是3到5个月，是吧？怎么可能没有你的位置？你是内容总监，啊？公司现在有比我更合适的内容总监了，年轻，有活力，思维也很活跃，所有精力都能放在工作上。我看着他做的这些业绩吧，我就在想，我们是不是真的落伍了？没啥用了。你说的这话我能理解，但我不认同啊。那年轻人固然是年轻，有活力，有干劲儿，但是他们容易犯错，容易冒进，不像我们中年人，有工作经验，做事稳妥，值得老板信任。那一个公司它固然是要发展，但是稳定才更重要。再说了，你看看哪个公司的高管是年轻人？有道理哈。嘿嘿，所以现在你就踏踏实实安心的养胎，顺顺利利的把孩子生下来，这件事对于你，对于我们，对于我们这个家，那才是最重要的。那你说他们要是犯错了，我是说呢还是不说呢？当然要说，该说就得说，你还干着这份工作呢，拿这份钱呢，是吧？这是你的责任，对得起良心的。哎，对。本月注册新会员30万家，新用户活跃度增长32%，留存率、转化率、投产比均显著提升，已经超越蓝海，成为本地注册用户最多的公司。虽然我们的市场份额还没有蓝海高，但是我们的股东啊，对我们近期的表现还是很满意的。张总，咱们流量上来了，我们市场部的工作都好做了，这个月光是招商就提升了30%。我觉得照这样发展下去，咱们成为市场第一也不是没有可能的。嗯，好。谁还有什么意见，有什么想法，现在就提。我还是想说一下规避风险的事情。现在的网络监管越来越完善，我听说已经有一家公司接到罚单了。日秋啊，让你招审核专员，你招了吗？招了，这是大事儿。我第一时间就在网上发布了招聘启事。我注意到黄总监在蓝海推这套组合拳的时候，也收到过罚单，我很重视的。所以啊，要加强监管呢。孟安呐，你说项目既然已经上马了啊，那就跟打仗一样，我说往前冲，你就别说往后退了，这仗还怎么打？这样吧，你协助小周要账去吧。外面账欠太多了，也影响公司的运营。黄副总监这边呢，我亲自来抓。你太好了。张总，这么重要的事儿，那我跟徐总监一起去要账吧。他一搞内容的，你让他去要账，他拉不下那脸儿嘛，他就负责挺着肚子往那一坐，我去跟他们谈，没准还有戏。那行，你照顾好孟安啊。谢谢瑞秋，谢谢徐总监。要不再给林总打个电话，明天再打。今天工作完成了，一会儿啊，咱们就各回各家。这不太好吧？张总的意思你没明白呀？他是让你出来要账的吗？咱俩就出来溜达溜达，
不要干涉人家的流量大计，就算完成任务。我等一下啊，我还得发个朋友圈儿。我得艾特黄思思。让他看看，同样是工作，差别就是这么大。哎，你不会打算公款吃喝吧？他不是让咱们出来要账吗？这都是商务支出成本，我得让小周总掏钱呀。算了啊，还是我来吧。我现在这个样子，不能让他们觉得因为怀孕就各种占公司便宜，现在都看我不顺眼。我发现你这人怎么一怀孕母老虎就变纸老虎了？那是你对我不够了解。确实，你这人欺骗性很强的，看起来人五人六的，其实就是一个装，内心很怂吧？你知道这在心理学上怎么定义吗？你说简单点儿。是因为害怕和焦虑才迫使你往前走的，这个出发点其实很不健康的。扎心了啊。哎，现在90%的人都这样，你不是特别的那一个。那你说怎么办呢？我现在怀孕也显怀了，一看就知道我是个孕妇，我但凡有点情绪，有点不同意见，他们就觉得我是孕激素过高。我是怀孕，不是傻。老张现在觉得我这儿有问题，这很伤人，你知道吗？你哪儿有问题，他也不会开了你，所以你就继续躺平吧。这是躺平的时候吗？很明显呀，老张现在存着是侥幸心理，你敢让他赌吗？他赌赢了，我出局了；他赌输了，全公司都不在了。这不是躺平的时候啊。那你想怎么办呀？我说了也不算呢，那就让他撞南墙吧。不撞个头破血流，他是不会回头的。我反正你说了也不算呢。老公，回来了。啊，你看我这个程度，可以吗？不是说好了扶我下台阶吗？林姐，你看你妈给你带什么好吃的回来了？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虽然她看起来没那么健康，但是我们有时候那些负面情绪就是要靠她来抚平的，对吧？妈妈，我还以为你要爆炸鸡呢。我就说母女哪有隔夜仇啊，是吧？快快抓紧时间，趁你大姑不在家，我们炸鸡大餐。哦耶！朱可心爸爸不但不管他们，还和他们要钱呢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朱可心他们家是这么个情况呀。是呀，所以我觉得我也不能再揪着他不放了，何洛也不会再给他起外号了。相比他们家，我觉得咱们家真的幸福太多了。那他们家都这样了，还能考那么好呢？你怎么又来呀？又扯到学习上面，下一句是不是得联想到我身上了？你个小机灵鬼，能不能把这个机灵劲儿放都用到学习上面去？哎，你看我多了解你。爸，救救我！爸，又怎么了？妈又开始了。又开，我跟你说，你小孩子不知道。有时候你不要嫌弃大人说话啊，有首歌不是唱的挺好吗？听妈妈的话。胎动了，老公。胎动，在哪儿啊？肚子里。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刚开始，这应该还是第一回呢。啊？他怎么也不动啊？小葡萄，你动一动呗，我是你姐姐，你听我的，动一动，听话啊，动一动。哎，动了，对，动了，这儿，哎，动了，动了，动了，就这，你摸，你摸，你慢点，就这，哎，真动了，真动了，
哎呦，这翻身呢？什么呀？这是我刚跟他说完，他听我的话呢。啊，听你的，听你的。那你以后得管着他点，就像你妈管你小姨一样，知道吧？他，耶，我也有个管的人喽。哎、耶，小葡萄，以后把你的精神头全给我用学籍上，听到了吗？至于吗？至于，特别至于。嗯，好开心啊，小葡萄。